啊，各位，呢、這个视频睇，大家睇到啊，都应该非常之心痛啊！我哋个国宝啊，大熊猫啊，就当然啦，呢、這个系作为中国同其他国家友谊嘅代表，所以咧就系而家嚟讲啊，就系止谢吓，就或者止租，就已经唔会再送噶啦啊！咁啊，呢啲熊猫啊系属于中国嘅，而咧。去到其他國家咧，我哋會諗住啊，呢、這個一個咁得意啊，就係、是、啊歡迎嘅熊貓，一定生活得好好啊。咁啊，我哋見到啦，呢、這個熊貓身上咧，就有啲毛髮不全啦，有啲地方咧已經見到個皮喺度啊，皮喺度啦。咁啊就非常之瘦啊。咁啊，亦都嗱，你喺呢度啊，嗰度，咁而家不停咁勾自己，咁即係換句話講咧，可能啊有啲其他啲。啊，小動物咧喺個皮入邊啦，咁啊引致佢非常之痕啦，咁所以要不停咁拗。健康嚟講咧，相信就離開所謂真係好健康，相差好遠啦。咁呢只喺邊度咧？呢只就喺美國嘅 Memphis 啊，咁啊就希望咧佢能夠啊盡早咧回國休養休生息啦。啊，睇見。真係心都痛啊！